Wow, Mr. Wang, you already just highlighted to the audience about your 20 years in Australia and you're a very successful businessman, particularly in the investment space. Yeah, so from the 20 years, what insights can you share with the audience on the key challenges that you face in public over the company? 我想从一个特别的角度，就是说在澳洲生活二十多年，在澳洲创业，然后建立自己 business 的这样的角度，来跟很多新来的中国在这里做生意的朋友来分享我的一些体会和感想。我非常高兴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过来，那么我就不再感到 lonely 了，不再感到 lonely。那么我在想着这个所有的专家，我听了太多的这个专家也好，个人也好，谈到这个文化的时候啊。过度的强调文化的差异性。我刚才听第一轮的时候，有位嘉宾说的，其实我们的差异没那么大。我希望大家能够共同的更多的关注呢文化的共性，而不要是差异性。因为过于关注的差异，就是我们在交往当中变得非常 stress nervous， OK， 有时变得很不自然啊，变得很不自然，结果导致没有必要的障碍。我们看待一个文化的时候，我觉得可以从几个层面来看。第一个从这种价值观啊 value 这个角度，第二个从这个叫习俗的角度，第三个我认为成为陋习的角度，中文话我不知道英文怎么说啊，陋习的角度。如果从这个 value 的角度啊，我觉得只要是人类啊，我们都有很多的共性。比如说中国文化最重要的是儒家文化，儒家提出什么呢？五常：仁义礼智信。仁什么？仁者爱人，要爱别人。那么在西方文化一样呢，你有爱心，在基督教里面什么神就是爱，是不是这样？上帝就是爱，你有爱心，大家共同分享，都尊重这样的一种价值观。义什么意思？义气、道义，叫 justice， 我取名字叫 justice， 因为我喜欢 just， 这个道义是不是？如果你尊重道义，有道义的话，我想大家都能够产生共鸣。礼，礼貌。全世界人都每一个民族都很 emphasize， 就很强调礼貌，对吧？智慧，信什么呢？信义诚信。所以说我个人认为啊，你作为一个中国人，如果我们能够坚持到这么中国文化的最高层面价值观的仁义礼智信，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中西文化的交流的通道 70% 已经打开了，剩下的都是细枝末节。那么我在公司里面，我们强调就是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我公司里还有两块匾啊，一块匾叫做这个天道酬勤，全世界所有的民族都尊重 hard working， 对不对的人。我还有一个匾叫什么呢？叫厚德载物，这是易经里面的叫地势坤，叫厚德载物，就是人要像什么大地一样的，像大地的母亲一样的，能够包容，能够奉献。那如果说我们有这种包容心的话，我想全世界所有人都会非常的尊重你，接受你。所以只要我们能够，当我们每天在想啊，我们文化差异的时候，我们很 stress nervous 的时候啊，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怎么去适应西方的这个文化的时候，我建议我们所有的中国朋友啊，包括我们再来想一想，我们有没有坚持住我们中华民族最根本的价值观。只要我们坚持住最根本的价值观，仁义礼智信，我想我们的交流跟西方的交流是不可能有问题的。我们 PI 我们华人同盟最本质的东西就在这里。那么第二个我的层面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叫一些习俗的问题啊，习俗的问题。其实习俗如果说相对于我们总价值观来说，这已经是细枝末节。我们在澳洲也好，中国人也好，其实都有一个什么非常开放的心态。打个比方说，我们用筷子，得用筷子，西方人用叉。说老实话，当西方人、澳洲人去中国不会用筷子，大家知道吗？对啊，他有的时候可以用自己的手，我们会觉得粗鲁吗？没有，我们觉得很可爱。我们中国人一样，来自不会用叉啊，这个刀叉没有关系，他觉得你会很可爱。所以在这方面的时候，我们不要动 stress。对不对？我们不用造作，不用去学那些东西。那么最差的地方，我觉得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呢？是一些陋习啊。这个其实已经不是文化层面的东西啊。因为昨天我被邀请参加这个 forum 的时候，我做了一些思考。这个陋，什么叫陋习呢？我给大家说一个例子啊。澳洲的朋友，
他接待了一批又一批的中国的这个合作潜在的合作方，从招待到最后送走。他觉得 Chinese very happy, everything okay, okay, good, good. 结果回去以后呢，没有声音了。他问我，人家说，因为 the Chinese 从接触的时候，他已经决定不再跟你做 business, 但他 never see it. 他问我 ，This is Chinese culture? I said no, it's not Chinese culture. Chinese 真正的君子是什么 ？Honest, 就是诚实。这其实是什么呢？是一种中国在什么以和为贵这样的一个所谓文化表层文化的基础上，其实我认为这是一种陋习，它是一种陋习。我们需要改变的什么是这些东西。所以如果让我要跟在中国回来的朋友啊，要谈这个文化的差异的问题，我用我在澳洲20年的这个经验，我认为只要我们把握住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美德，其他的东西都不是问题。70% 的大门交流大门已经打开了。我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